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中观论选诵讲记》第159页。啊，那因为这段呢是在观无我，因为这个是中观啊，中道的观恨有没有？啊，就是要观无我，然后离系论，弃实相，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观无我啊，因为前面观无我。那么有法的无我，有普特伽罗的无我，还有什么萨迦耶见的无我啊？那关键在哪里？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的无我。好，好，那我们来看啊，如何的来观五蕴无我，破萨迦耶见，有没有？啊，好，那在这个。寄送的本文说，若我是五因，我即为生灭，若我亦无因，则非五因相。哦，这里的五因就是什么？五蕴啊，就是五蕴。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啊，那么所顺古就翻啊，翻译为五因啊。那这个其实应该翻为啊，译为五蕴或者叫五众，因为这个蕴也就是众，啊众也就是众缘和合出色蕴来，啊众缘离散色蕴，众缘和合受蕴，众缘离散受蕴，对不对？还有想蕴、行蕴、识蕴，所以每一个蕴其实也都是众缘的和合跟离散。那有没有这个我呢？也是五蕴的什么和合跟离散，啊，好，所以这个五因也就是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五蕴呢就是自我所依的植宿，啊，它的那个最基本的因素了，啊，的那个本质因素了，分成五类嘛，哈，五大类。啊，所以色蕴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色身的这所有一切，啊，那受蕴啊，受蕴呢，它是一种领纳受啊，受蕴上面呢，它是有领纳的特质，所以会有可意受、不可意受嘛，哈，啊。想蕴呢，它是一种取向啊，取向就是想东想西啊。那个在这个五片行里头就有所谓的触作意受想，有没有思啊？所以这个思呢就是行运造作的开始，造作，所以行运本身是在开始造作啊，因为行运里头呢那个思心所为手啊，当然它也包括了作意触，那受想呢就归到五蕴去了啊，所以它有49个什么这个心所啊，有49个心所，那总说呢它都是在怎样造作。那这个识蕴呢也就是我们的八识啊，我们的八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依的啊，我们自我所依的一种植宿啊，啊本质因素分成这五大类。好，那我们的根本萨迦耶见呢，啊，不一定即说色蕴就是我或者受蕴就是我，说实在光是色蕴 是我吗？光这个色蕴其实是不够的，对不对？啊，不是只有这个色身的存在，我们还要有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是不是要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我啊？那所以要去记这些蕴是我还是哈，是即我还是离我呢？就是去记哈，记这个蕴到底是即我还是离我的问题啊。那么这里说，只要是着着有我，我们都一直认为说是有我。好，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不一定。啊，是会记着说啊，这个色蕴就是我，或者识蕴是我，或者受蕴是我。但是只要是着有我，
啊，所谓的有我是因为我们起执着才有我的啊，是因为我们执着什么现象，我们会觉得哎，我是存在的，有我的长相啊，我的存在啊，啊，有我的所有的一切的我们看得到的种种的现象，我们就是不是很容易起执着啊？一旦执着呢，我们就会很深的认为有我，一旦有我呢，那么究竟啊，就是说不外乎集运的我或离运的我啊，会有这些妄执啊。因为集运呢就会依着运而起，一旦依着运而起呢，那这个也是一种导见。性空就是让我们无所依耶，其实没有什么哪一个是我们依得到的，是不是？所有一切因缘它都是什么，都是活的啊，而且都不是单一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想要依在一个固定不动的东西上面呢？啊，所以呢所谓的性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缘起性空中观不好学，就是因为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依之处啊。其实我们说要怎么去依呢，一旦有所依，是不是它还是无常的，那要怎么依啊？啊，其实是无法依的了啊。但是我们一旦要有所依的话，就是我们的导见，其实就是我们的导见呢。所以呢要能够破我的时候，就要在这个五蕴身心上去做比较深入的考察，也才能够去破我们的什么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因为破萨迦耶见是不是才让我们有解脱的能力啊？哦，好，那我们就来看哈，如果是集运是我，或者离运是我，说实在呢，这都得要去破，都得要去破啊。所以我们说要怎样，要不急不离啊，是不是要不急不离啊？我们的急跟离哈，说实在都还是落入两边呢，急与离是相对的两边。那怎么用中观，是不是就是要深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线，平等性啊，打破集与离的什么界限啊？所谓的集是因为缘生的力量强，所谓的离是不是因为缘灭的力量强啊？这是不是就是叫做因缘法？它这当中平等平等啊，叫做什么不集不离。加了不，是不是在讲性空？性空在讲什么？因缘法的平等性，因缘法的平等性啊。因为我们也可以想想哦，在十二因缘法里头，其实也是一个我相的流转，但是在因缘法的当中，我们说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是未来世，这是什么现在世，还有无始劫以来的什么无名行，这是过去。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什么祸业苦，然后祸业苦，对不对？双重，是不是两重的？我们要从这里去下手。好，那过程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我的生命的流转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哦，在这里是不是只有看到世运呢？这里还有一点色运哦，但是它这个已经
不只是色蕴，其实它已经开始有开始有什么生命，不是纯粹的色蕴。其实它这里只有视蕴，它前面的行蕴呢在这里是看不到。就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五蕴不是不一定是完全结合在一起，也不是完全离开的，这样理解吗？哦，就如同哎，我们有生之年可能八世具足，等到我们死亡中阴期，是不是只剩下两世啊？啊，七八两世嘛，只剩七八两世，但是这七八两世含藏着过去前六世的种子嘛，这样理解吗？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只有视蕴而没有什么色受想行，这样理解吗？所以呢，所谓的我不急，不急是五蕴和合的，我也不离五蕴，不急蕴也不离蕴呢，不能一个蕴都没有，但是起码要一个蕴，有时候是一个蕴，有时候是五个蕴，有时候可能四个运的，像这个已经在开始啊，色运也在集合，但是呢也开始有一点点的什么受运，因为那个明它本身是精神的心理的，对不对？啊，那这个色运是不是也是成长出，这里的色其实也是成长出我们的什么那个色身嘛，但是要到这个地方它才长完，对不对？因为它还要六入啊，然后会有所触之后又有所受，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受蕴，它这个时候受蕴为主，这个时候视蕴为主，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什么色蕴啊，乃至于我们说这个就是行蕴了，因为他在造作，哦，那有生老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世运呢？又是我们的世运哦。所以他不急，不急运也不离运，我们的生命的流程其实是不急运也不离运。从这个会也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想象啊？哦，那这个部分会比较是想运爱取，我们的无明来自于我们的想，这个是什么行运哦，这个也是我们的什么色运六入嘛，啊，之后才有所触，然后受运想运行运视运，其实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不即是其中的一个或者五蕴都具足，不一定，总之呢它是不离蕴也不即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流程，所以这个我是很复杂的我，对不对？而且是随时在变化的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那个我。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话，我们会觉得什么叫做长久的我，我们会觉得是有灵魂的，是不是？好，我们这一般的想法就是灵魂嘛，跟肉体结合在一起叫做我，等到我死亡的时候，我认为是我的肉体坏掉了，灵魂又到下一世去了，很像什么呢，说汽车开汽车哦，汽车我看那个汽车都是金属铁皮钢铁所成啊，只用个十年二十年呢，要用个二十年都不简单，所以你看我们的色身肉体有够用啊，比汽车用的够够用呢哦，汽车如果用个三十年以上都要变古董了，是不是？可能也不大能开啊，只能展示，而我们的色身一用都好几十年，七八十年哦，上百年都还有，好厉害啊！我们一般以前都如果没有学佛，我们
粗浅的一个想法，会不会觉得这个色身像我们的肉体一样？那个不，我们的汽车就像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魂像什么？司机，司机开车，开坏一部车，然后再换一部车，开完一部车再换一部车，对不对？哎，那个灵魂就像那个司机，但是想想这司机也会死掉啊。啊，灵魂，我们就想象说啊，灵魂是不会死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换个肉体，再换一个肉体，然后灵魂再延续。这个是我们比较粗浅的想法，是一种现象上的想法。但是我们说唯识是不是讲得更深细啊？更哇，那个是由佛陀来教我们。我们刚刚这个讲法其实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就会有那种恒常不变的灵魂灵啊，或者前面也讲神啊。哦，是叫做什么神事啊，或者什么东西，总觉得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自我，尤其我们的时有自信妄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直觉得，哎，如果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那个我，怎么会是同一个生命呢？但是我们说，哎，如果是从因缘法，尤其从唯识，是不是画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些因缘的合合离散，合合离散的过程，而且。这五蕴其实也在合合离散当中呢，也都一直是在变化里面的嘛，哦，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实有不变，就像这个色蕴也不是实有不变的啊，哦，我们的那个受蕴是不是也不是实有不变的啊？受蕴经常的在变，随着气候也在变，随着外在的什么，人家的脸色啦，人家的什么声扫。对，人家一个动作，我们是不是都有受啊？所以这个受也是一直怎样，不断的在变嘛。哦，那有受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开始想啊？取相，所谓的想，想是心上有相，有没有？哎，所以想本身是在取相。心情好，就把它就取的相是比较善的一面；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烦恼的一面呢，啊？哎，我们也很像导演，看自己怎么样去导，然后自己怎么样去剪接嘛，啊，哦，都随我们自己自导自演呢，哎，所以那个都不是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实相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颠倒相，就哦，起起伏伏，真的像演戏一样。哦，所以这个都不是实在的相啊，不是实有的相了，啊，都是颠倒相。哦，所以我们的想运是啊，哦，乃至于行运，哦，去造作，是不是随时都在造作啊？下种子嘛，结缘嘛，然后呢，那个果报有时候又忽然间现前了，因为成熟了它就现前了嘛，对不对？有时候业障会现前，有时候福报会现前，啊，哦，那又起心动念。哦，所以又怎样？又藏在我们的什么世运里面？所以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呢，啊？没有一时是安静的，停顿的，有没有停顿过啊？哎，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一个，光是一个我，有没有？啊，哦，这种对自我的爱好，有没有在第159页第二行说我们对自我存在深刻的爱好，而且这个爱好没有一刻不存在，哎。是不是一直都在变呢？一直都在执行着，我们的第七意识、第八意识是不是就一直不断的在流转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停息过的，这样理解吗？所以究竟什么叫做我？有没有那个固定不变的我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性空的，我不过只是这些众因缘的合合离散的过程而已啊。这样理解吗？自动的在排列组合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哦，所以在第159页最后说，如果是集或者离呢，都还要什么？还要去破呢？还得要去破，所以叫做什么？不集运也不离运的我，这样理解吗？啊，所以呢，可以用啊，以前也有所谓的五求不可得，
啊，或者七种观察，但是最重要不外乎就是离或者集的两种观察，这样懂吗？哦，所以不是集也不是离，叫做不集不离，其实是不集不离的。好，好，所以说若我即是五蕴，那五蕴它是不是有生灭的？那我就有生灭，但是外道他所记执的这个我是常住不变才叫做我。好，我们会以为这个我是什么常住不变的，所以呢一旦有生灭的这个我就不叫做我了。所以呢啊，这个外道来说的话，集运的我也不是不成的，那离运呢也是不成的。啊，那么外道所想的呢往往都是什么，要么就是唯物，都只有在物质方面来啊来看待。那还有一派就是我即什么私心所，因为私心所是不是造作业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所啊，啊一个这个最重要的领头羊哦。啊，所以呢能够去感到苦感到乐的这个我，那再加上有受蕴想蕴，哦，所以这个也比较属于唯心。所以我们常常会唯物唯心，不是偏唯物就偏唯心，对不对？那如果是佛法呢，不即唯物也不离唯物，哦，对不对？不即啊不离啊，就说我们是身心组合起来的嘛，哦，也不能说只是身就叫做我，或者只是心就叫做我，不是吧？哦，其实我们的身心是不是也是融然一体的我啊？哦，所以对于这两种观察呢，其实我都是不可得，也就是不即蕴的我，也是不离蕴的我。哦，好，那我到底是什么？哦，因为我们一旦用不二的时候，我们反而容易糊涂了。我们会觉得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往往会是希望是什么肯定式的答案，对不对？哦，而我们说，哎，中道是不是不二的？其实它是不二的。哦，所以呢，所谓的我啊，是应该是精神物质的全体才叫做我吧。啊，那外道又会觉得啊，这个我是要常住不变的我。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我啊，以佛法来说的话，其实是色受想行识合合出来的我，跟离散中的我，是原生。啊，五蕴原生的我，五蕴离散的我嘛，而且我们的这个过程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看不到的我是不是也是存在的啊？就是像识，光是一个识蕴也是我哎，但是那个识蕴是看不见的哎。啊，我们死亡以后是色身肉体要怎样处理掉，对不对？但是那个事是不存在的，这个事还要再去找我们未来的父母嘛，啊，要借着父精母血的结合，然后我们赶快去投胎，啊，让父精母血本身开始有生命的现象，叫做什么事，然后再去明色，是不是就会六入？啊，那还没有形成之前的那个是不是还是我啊？那个就是那个就叫我相，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说无我？因为随时随地的我是不是都是千变万化的我啊？没有固定不变的我，哎，没有固定不变的我。哦，所以总说呢，这里就是说，不是集运的我，也不是什么离运的我。哦，那所以呢，在第161页也是啊。哦，这也就讲到集运或者离运嘛，还有呢就是把我给扩大了，哦，不
不仅是我的本身，还包括我的家、我的财产、我的团体，哦，再扩大呢，那我的种族、我的国家、我的世界，是不是也是我啊？那所以不管是扩大或缩小，而我呢其实是不存在的，就是我的固定不变性是不存在的，我相是可以存在的，而且这个我相有时候是有相，有时候是无相的，所以有无也不是绝对的，对不对？所谓的中道是不是也讲要脱离有无啊，跳脱有无啊？所以呢，这一切也不过就是在观念上啊，那么执着有我而已。那以佛法来看，就是要从这五蕴当中一一的去考察，然后去发现说，哦，原来这五蕴不管哪一个蕴，它本身是不是都是无自性啊？啊，这个我都是无自性的我，也就是我是性空的，我是性空的，就是在讲什么？无我，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都是在观无我啊。为什么要观无我？因为观无我破萨迦也见，才能够解脱，这样理解吧啊。之所以要观无我，就是要去破除我们的萨迦也见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无始劫以来的宿世的第七意识呢，都充满着我，所以我们生来要去理解我是哈，就是说要有自我的这个意识的产生哈，是不用学习的，是与生俱来的，就是第七意识，而且是自私的，也不用学。我们的自私不用学，天生很会。啊，我们的烦恼也不用学，天生很会，反而我们的平等的心是要学的，善的心是要学的啊，因为跟我们的修行有关。所谓的修行啊，所谓的修行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第七意识有关，才叫做修行，第七八两识有关。因为前六识六根是不是只用一辈子而已啊，用一用呢就生老病死没了嘛，就没有了。当然是问题就是在生老病死当中起心动念到底是善还是恶的因，结的是善的缘还是恶的缘，那个是不是都全都录啊，是录进去的东西它会流转，会影响着我们的整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这个是要修行的。为什么要修行呢？因为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也要透过因缘，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慢慢的提升啊，改善我们生命的品质，不是只有生活品质啊。我们六根六识是不是只是改善生活品质而已啊？有生之年用一用，但是问题生活品质改善，有时候道德也不见得改善啊，对不对？真正道德的改善，那也还是七八两识的问题耶，对不对？是三世因果的问题 的观念才有彻底的道德观念呢。好，那所以呢，我们所谓的修行不是只有为我们这一辈子的，对不对？我们承受着过去，这个还要面对未来。所谓的修行是不是都跟我们的七八两识的记录有关呢？全都录哎，全都录，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一气不来，我们回想自己一辈子几十年当中，如同过眼云烟呢、啊，是不是过眼云烟呢、啊？确实，我们在过眼云烟当中，我们不知道去跟人家计较了多少，那计较的东西是吧？还是过眼云烟中的过眼云烟呢、啊？所以没什么好计较的了。计较得来吗？也是计较不来的。哦，那总说呢？是自己的福报因缘，其实总说还是自己的福报因缘哦。好，所以我们回到159页说，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蕴呢，则非五蕴相啊。
意思也就是在讲说，其实还是要观什么不急不离啊，不急不离。我们不急于五蕴，也不离于五蕴，而且也 不一定是五蕴，有时候其中的一蕴，总说都要有蕴在这当中流转，是不是也在这个流转当中，是不是都还是要有蕴呢？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众缘和合出来的现象嘛，才有生命啊。哦，好，那接下来第161页啊，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明得无我智。啊，有我必执什么我所？也就是我们如果是我执的话，也必然会起什么法执哦。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直觉得有我有我，我们对自己的那种深刻的爱好有没有无时不刻的存在，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有我嘛。一旦是有我，也必然会怎样，有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是不是也更加的执着啊，也会去执着。好，当然内财外财不一样了哈，自己的色身本身是内财，我所拥有的这些还算外财。当我们要舍的时候，外财比较容易，是不是？内财比较难。哦，所以呢，这个我所其实包含三种啊，叫做我所依、我所住跟我所缘。我所依的呢，就是精神物质的身心为依啊。啊，有没有我的存在，那就看我的身心存在不存在，对不对？啊，它是依五蕴来怎样安立这个我，因为有色蕴，而且有受蕴、想蕴、行蕴跟什么识蕴和合，啊，和合的状况，那么产生了物质、精神和合的身心，我们是不是就依在身心上面呢？啊。啊，还有我所住，啊，有我呢，必有我所住。我住在哪里啊？山河大地房舍上面，这个是我们的什么依报？我所依的呢，是我们的正报，那也是一种果报体啊。啊，我所依，我所住，也就是哈、啊，我所依的是我们的正报，我所住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依报啊？依报。还有呢，我所缘，啊，我带着一些精神的作用，由我所知所能，啊，必对境界呢有所缘呐、啊，所以我所缘的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大，啊，大到我们自己所认知的一切，叫做什么法，一切法，哦、啊。而这个我呢，啊，我本身一旦讲到我，我们是不是一直希望能够是自在的，是主宰一切的，啊，所以呢，总要依在环境还有身心上，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正报跟依报，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所缘，啊，要如何？啊，希望我们就会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想要如何就如何，要能够照自己的支配。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有很多的无奈啊？就会发现哈、啊，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哈、啊。所以一旦说到有我，就会有我所。啊，那如果无我所呢？那我也不成为我啊。好、啊，所以我们在颠倒相上面其实起的是有我有我所，而且我们会觉得那个是可以主宰一切的，也因为可以主宰一切，所以我们会去追求那种自在。哦，那实际上呢，其实是会发现是不可得的。哦，我们其实无法去支配一切，也无法去控制一切，无法去操哈、啊、生杀大权的了。而我们一直那种主宰的意欲是不是很强烈的、啊、那实际上其实我们是主宰不了一切，所以这个我
不过只是内啊，约内身心来说，我所呢，也就是约什么外境界属于我的这个部分叫做我所。啊，那我跟我所之间是不是有相互的关系啊？是不是分不开来啊？啊，一讲到我，我就会想到，哎，我所拥有的到底有多少东西，对吧？啊，不管有形的、无形的，包括权力、名分、地位，这个都有可能哈，也是我所啊。啊，好，所以呢，依此来说，如果我空，那是不是法也空啊？我所就是所谓的法嘛。如果能够了解哈，了达我空的话呢，啊，无我的话，是不是它相对出来就是无我所啊？啊，有我，有我所其实是颠倒的，是错误的，啊，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实际上不然的，对不对？是性空的，也因为性空，所以我们说无我，无我所嘛。啊，所以呢，要从因为无我而到无我所，从小而到大，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呢，要观无我啊，能观无我，自然就会怎样无我所。啊，会灭我我所，那么则名为什么？得无我智。要理解无我，要接受无我，乃见去实践无我啊，那这个就真的要相当的智慧。这个是不是违反了我们世间的习惯啊？哎，那我们说我们世间法其实充满了颠倒啊。是不是充满了颠倒才会烦恼痛苦嘛？前面也讲到惑业苦，有没有惑？那然后就会造什么恶业嘛？之后是不是就得到什么苦果啊？好，所以要能够无我智，所以无我本身是一种智慧，而且是一种解脱的智慧，对不对？啊，所以无我智也就是第一义空智啊。第一义是不是就是圣义地啊？就是超越了世间世俗地的，超越了世俗地，啊，叫做第一义空智，也叫做法性空智。我们平常讲法性空慧有没有？啊，透过修慧而有智。啊，所以我们说，哎，闻慧、思慧、修慧。修慧之后而有智啊，智呢，它有一种决定性，就是它是清楚明白的，不是糊里糊涂的啊，不会是糊里糊涂的啊。所以法性空智，第一义空智，无我智啊，就是要从无我智来的，从无我智哈，能够理解无我，是不是就能够？啊，了达无我才能够了达什么？无我所嘛。啊，那了达无我，灭无我，我所也就是得无我智。一旦能够是无我智，就是第一义智空智，又叫做法性空智，也即是波瑞现前，就是波瑞现前的什么真理现象。也就是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平等平等之相，有没有？这个就叫做真理的现象，真理的现象啊。所以这里说，如果只有我我所的话，纯为颠倒，并非真有我我所可灭。啊，不是去灭我我所的现象，而是去灭我我所的自信妄执，理解吗？不是去灭那个现象，不是把我的我相跟我所的所有一切相我都去灭掉，不是，不是灭那个相，是灭什么？自信妄执，
也就是我一样是拥有我相，也拥有我所拥有的这一切现象，但是我比较不起执着。我能够比较不起执着，是因为我的第七意识在转染成净啊，才能够不起执着的。如果我的第七意识就是非常的杂染，那是必然一定怎样，执着很深。哦，就算我拥有了我相，我所的一切相，确实我就非常的痛苦跟烦恼，对不对？因为我们很担心自己死掉了，自己失掉了，生命，或者失掉了眷属，失掉了所有一切的事业，种种，是不是会很紧张啊？压力会很大的，其实压力也会非常的大，所以呢，那个都是颠倒所起的嘛。所以我们说灭我，我所不是去灭这些相，相是不是依然存在？只不过我们会比较随顺因缘，因为所有这一切不是我们能主宰的嘛。并且我们还要善用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赶紧再去广结善缘，是不是？因为有点资粮的话，或者要善用我们自己的身心还能自主的状态，那么应该要去听经闻法啦，学习，对不对？做种种的学习修行，那是不是也要有体力啊？也要有脑力呢？等于是修福修慧嘛，所以呢，这里讲说，并非真有我所可灭，也就是不是在灭现象，这样理解吗？是在破除什么自信妄执啊？有没有？我们所画的自信妄执，是不是都画在因缘里头啊？不是画在表象上哦，不是去否定这些现象，不是。而是对这些现象会比较豁达一些，是比较豁达的。所以我们说，所谓修行好的人，修行比较好的人，是不是比较豁达的人啊？越修行不好，就是越执着的话，其实他的修行越差，越执着是不是就会越往下掉啊？越往下堕落啊？所以这是说，唯以智慧观察。即物无我理啊，是不是唯有透过智慧啊？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法性空慧，就是般若智慧，对不对？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要理解缘起性空，对不对？要知道缘起性空，那么就能够去体悟无我理，无我的道理。所以这个无我的道理是不是从性空来的因为破除自性妄执所以这里说若灭我，我所也是缘起法所有一切是不是都缘起法？我也是缘起法，我所也是缘起法缘起法不是观自性实法去破的，但是在缘起法上要了达我所的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是不是就是在观性空，也就是在观什么平等性要能够离我所的相所以不是去灭那个相是去离相，才能够泯相乃至什么灭相现前。所谓的灭相现前是什么？涅槃的境界是真理现象的现前。灭掉的就是差别相，是不是就是灭掉差别相而展现什么平等相所以灭我所呢，那么就是得什么无我智。所以我们这一节是不是就是在观无我用无我智来观无我。为什么？因为在
破除我们的什么萨迦耶见、破萨迦耶见才能够得到什么解脱、不管是个人给予解脱还是菩萨道上的什么帮助众生解脱、解脱会是佛教的特质，其他宗教没有的、好，所以呢，得无我智者呢，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呢，是人为稀有啊。好，所以呢，这里在赞叹无我智，就是离萨迦耶见的智慧啊、因为这种智慧呢，能够出生死啊，对不对？跳脱生死的束缚。才能够获得解脱，所以无我智呢就名为什么实观。这是不是根据啊？根据实法，而不是全法哦。它不是全法，这是实法啊。《妙法莲华经》里面是不是讲到有全法跟实法啊？为实故全，对不对？开权显实。废权立实，这个是实法。所谓的实观啊，何谓实法呢？就是依据真理法则，依据真理法则。真理法则是什么呢？就是缘起性空啊，对不对？因缘法充满了平等，平等性，也因为平等呢，那么任我们自己排列组合。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所以我们也不用怨谁啊，真的是 不需要去怨的哈。所以我们所谓的无我智是一种实观，非假想观，不是假想观。何谓假想观呢？比方我们也可以这个在禅修当中，我们也可以水观，也可以落日观啊，这些我们自己可以去想象的，那个叫做假想观，假想观。但是实观呢，是依据什么真理法则，在法上面的哈。那这种实就是一种圣意地上的，也就是在观圣意之智啊，出世的智慧嘛。也因为有出世的智慧，才帮助我们解脱世间的生死轮回啊。所以呢，也才能够体达诸法实相，这个是一种究竟观。所以也透过究竟观，是不是才能够了、才能够解脱、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了义啊。在四依里头，是不是有所谓的要依了义，不依什么不了义，这是了义的。因为透过了义，是不是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啊、所以呢，这个解脱本身哈、能不能解脱，那是透过无我智，是去破哈、去离了什么萨迦耶见的智慧。所以这样子的人是非常的难得稀有的。那世间很多聪明的人，也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但是能够了第一义空的人是不多的，是不容易的。能够知道无我我所的却很不容易，因为众生向来都习惯有我我所的认识，而且我们是无始劫以来的宿世的什么习性，生来就如此哦，生来就如此的，所以要去突破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智慧跟聪明是不一样的，聪明属于世间法上的，智慧属于什么因缘法的、中国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认为说、大家共同认识的都是同一个真理，但是、佛法呢就会批评说，其实呢叫做人同此心，心同此执，自信妄执。其实我们生来是心同此执啊，自信妄执，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有我，所以要理解要通达无我智多么困难啊！
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大家都认为有我我所嘛，这种认识并不是理啊，却是透过执着而来，所以大家都是在起颠倒的啊，其实反而是都在起颠倒啊，所以呢这个无我智它就是能够不起颠倒，所以叫做什么实观啊，能够得无我智者呢是世人呢为稀有啊啊，这是在本文上面所说的啊。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